租房子，租房子多少年？你想租什么样的房子？你想租什么样的房子？百慕托年纪呢？房租租金，房租租金顶推一个月的房租租金是多少？一个月的房租是多少？一个月的租金是多少？顶推年木谈了不牛。周围环境，周围环境或者相关，周围环境怎么样？周围环境怎么样？我整送过你黑脑。家具，家具哪儿特？房子里包含家具吗？房子里包含家具吗？中央包什么特空？租赁和同租赁合同，好表不推年。什么时候签租赁合同？什么时候签租赁合同？可以拿我给合同推年。房东，房东，周年。房东说下个月涨房租，房东说下个月涨房租，主演来谈手当定言。租客，租客，客推，有几位租客没交房租，有几位租客没交房租，刚外客推这种定义。租赁期，租赁期，第三推，我的租赁期是一年，我的租赁期是一年。太阳推过对了某人。押金，押金顶高，你必须先付一个月的押金，你必须先付一个月的押金，但会抓住顶高木谈。公寓，公寓，中哥，这栋公寓的环境不错，这栋公寓的环境不错。我整个大中哥来空的卧室，卧室，房屋，这套房子有几间卧室？这套房子有几间卧室？你哪个买房屋？客厅，客厅，房客，这个客
听没有阳台，这个客厅没有阳台，房间内空个办公。两室一厅，两室一厅还房屋不房间。我比较喜欢两室一厅的房子，我比较喜欢两室一厅的房子。昨天讲刚还房屋没房间哼，到期等等，我们的合同下个月就到期了，我们的合同下个月就到期了。合同của chúng ta tháng sau là tới hạn rồi。面积diện tích， 这套房子的面积是多少？这套房子的面积是多少？平方米，没这不？大概多少平方米？大概多少平方米？快摸你妹子！水电，租金包括水电吗？租金包括水电吗？顶推吗？我们零零空。交通，附近的交通方便吗？附近的交通方便吗？交通gần đây có thuận tiện không？